铁什么那里去了？居然只派一名女将出来接战，分明是瞧不起本少将。是瞧不起你们，那又怎么样？你们不用报上名来，我杀人太多，无法牢记。我告诉你们好了，我就是薄辽兵马大元帅夫人梅丽，记住了，免得下到阴曹地府阎罗王问起你们，你们答不出仇人究竟是谁。叫。公主，你还知道我是公主啊？公主，你误会了。公主，请听微臣一言。大唐是要借口灭我伯辽的。公主不要上他们的当，引狼入室，疫情难送啊！大逆不道，还在妖言惑众，受死！彩儿，马上回去报个军师。好。行医半辈子，救治无数也未曾一见。哎呀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尽量为马。多谢军医了。我不能死啊！哎呀，我们火头军是最强的。没事，我都。
都是最慢，这次我比你们谁都快。万贼，快来受死吧！公主啊，他们怎么样了？听君音说他们很危险。哎呀，这回多谢公主出手相助啊。不必客气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，公主您慢走啊。火头菌中的是蜈蚣毒，此毒中原无解。是的，薄剑王啊，这事儿你听说过吗？回圣主，不曾听说过。圣主，奴婢只知道这个梅里夫人是用毒高手，她的毒都是奇毒无比的。哎呀，没想到这个婆娘一出手，我们就一败涂地。看来，我们不可小看了这个女人。启禀皇上，张先锋有密函呈来。快呈上。是。徐王兄，张世贵也确认这事儿了，他还说他会尽力抢救火头军，但是不太乐观呐。皇上，我去看看那帮火头军。哎，景德，不要冲动，现在要以不变应万变。遵命。薄剑王啊，朝阳公主现在何方？她说她出去走走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但愿胥礼他们能够安然度过。那个婆娘还真厉害。不会不会，都是自己人嘛。啊，不多说了。夫人，你需要什么？我只要我们的宏图大业早日实现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来，为我们的宏图大业